白香肠。啊、哦！又卡了，又来了。刚刚跟哥哥讲啊，白香肠。哎、欸，这样你女儿会受创哦。拒绝偷拍。你女儿说她很想回来哦。他本来就很想回来啦。啊、你又不带他回来，要收拾啊！拜托，我下礼拜四才要回去、欸。啊，你不带他回来？你看我这边气动这么单纯，对不对？哦，过来再吃烛光晚餐，烛光晚餐，你偷偷吃烛光晚餐。我等你。我等你。那个哥哥在演讲，你。